Hello， 大家好，请。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王牌竞速啦。那上一次基本上我们玩王牌竞速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好不好打，就是那个团队赛有没有获胜。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就来玩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在我们这个王牌竞速里面获胜。那一样，我们今天一样选择这个能够冲撞别人的这台车哦，应该是这台吧 ，Ford Mustang。应该是这台是可以就是那个硬汉模式哦，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撞到那个敌人啊，不要说撞到队友，然后看一下这次能不能就是取得我们好成绩，因为团队模式我们上次还没有赢过，所以先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赢个一场就好了，拜托。感觉我们上次基本上我跑第一名，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对面如果两个角色没有就是跟上来的话就很惨。然后有观众在下面留言说，如果快到就是别人没办法到达就是那个终点的话，也是可以就是获胜的。但是其实应该还蛮难的啦，因为正常来说你认真跑一点点的话，应该都还是可以就是爬到就是比较高上面的哦。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三人组队友能不能让我们取得我们的好成绩，搞不好我们被甩在外面。来，走起。Go go let's go！ 那我觉得整体来说啊，就是我们在玩那个就是一般的那个竞速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就是该怎么说，大家的那个强度好像比较强一点点啊。你反而玩这个的时候，好像大家的强度就没到那么强。你看有没有？对啊，他们的这个强度好像就没有像是我们玩竞速的时候那么夸张。没事没事，去走起。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队友领先更多，不知道为什么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群是电脑还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就是之前我们在玩那个练习图的时候啊，大家有跟我讲说，就是那个跑得比较慢的看起来就蛮像 computer 的，但不知道这一次这个是不是 computer 就是了，因为他们的这个速度是真的慢到蛮夸张的，我觉得可能比我们那个什么。比我们就是最新手阶段的那些角色都还要再更落后一点点。你看现在都还没有开过来，这比练习赛的还要就是再更慢一点点。不过现在我们领先一二名哦，看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哦。领先一二名，应该就是注定要冠军了吧？哈，结果我们根本就撞不到人啊！我们没办法开这个撞人，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疯狂撞，好，没问题，这样应该就已经领先蛮多了吧？都看不到他们那个车尾灯了，他们会不会过不来？好，应该是可以第一名了吧，各位，不是，我们应该是可以冠军了吧 ？OK 了吧，各位？有吧，有吧 ，MVP， 各位。但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团队赛比较少跑，所以他排了几场就是比较弱的给我们哦，可以赢了，终于啊，有没有？他们都没有倒过来，他们都没倒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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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 Go！ 那你们自己是比较常玩团队呢，还是玩单人呢？都可以分享给这边知道，因为我觉得其实单人跟团队都有它的好玩之处。团队的话，我觉得真的要越打越上面之后的话，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大家能够撞来撞去，或是就是开始撞飞啊，或是干扰别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才会就是最有趣一点点哦。哦哟，对面这边有一个大头哦，这个神剑号。好像有点猛欸，对面这个神剑号 YHFG 哦，看来应该是一场硬战了哦。毕竟我们刚刚已经赢了一场了，搞不好这个就是那个新手阶段先让你赢一场的那种就是场次，有没有？来吧，他们对面全部都是这个传说车子，欸，他的风神蛮帅的欸，你们是都没别台车吗？完了，那个是真人欸，他会讲话欸，对面感觉好像是比较厉害的哦。我们要被海放海甩了，各位，死定了哦！这应该看一冲出去的那个气势跟姿态，大概就可以知道对面是不是屌屌人了。来了来了来了，准备了，各位，我们要完蛋了！对面都是超级无敌猛车哎，对面的车怎么都这么猛啊？来走起！哦，有哦有哦有哦，在旁边喽。有有有有有，感受到了！哎呦喂啊！哎，有感受到了！撞烂撞烂！我把他们车歪，有没有？全部都给我撞烂！
哦，不过他们的这个速度还是好快哦。哇靠，那个神剑号死定了。我现在这疯狂就是制造那个他们那后面那几台的这个纷乱，有没有？让他们就是被屌烂，哎、欸，可是他们的速度真的好快哦。但是我们有一直在开大招，有没有看到？我们很努力的，各位。但是我们的队友应该没办法 hold 啊，死定了。然后他们第一名真的很快，对，他们的第一名真的很快。哎、欸，不一定啊，我们现在是二三名。但二三名应该也没办法，除非我们是二三四名，有没有机会？二三四名，哎、欸，没有哎、欸，这场真的好难哦、喔。但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各位，我们刚刚有撞飞几台，对不对？哇，好猛哦、喔！对啊，这个董哥就是刚刚有问大家说，你们都没有其他车吗？这种的，哇，好猛哎、欸！我已经很努力了，各位。我已经很努力在撞烂他们了，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哎、欸，我觉得这个确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那个团队赛真的还蛮好玩的耶。因为团队赛的话，你可以就是那个，就是跟队友搭配，然后你就是可以去干扰别人。像我们刚刚基本上有帮忙干扰一下。哎、欸，我们这场是不是？哎、欸，我们跟那个，跟刚刚那个神剑号一组哎、欸。哎呦，跟刚那个神剑号一组哦，那应该是还不错了哦。那看来对面应该都是真人了哦。有没有看到跟我们一开始跑的时候的那个比赛完全不一样？一开始那个我觉得应该真的可能是否电脑厂哦。来了来了 ，Go Go Go， 走起走起，好嗨好嗨！我们在开大招，然后别人过来，我们去他旁边谁龙一下，然后他就会直接转圈圈，好不好？那这台在那个在团队赛确实挺好玩的，可以撞飞别人呢，舒服的嘞。完了，我们现在最后一名。哇，这速度有点难吹啊！撞烂撞烂，明天车子都掰。我们看到，我们直接海直接撞烂他们呢、欸，可以吧？我们是火爆硬汉，哈哈。欸、可是我们是不是车子快爆了、啊？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好像车子快爆了感觉？我自己车子都快爆了这样子，你看我现在在冒火哎、欸，怎么会这样？可以哦，反正我们前面有神剑号哥哥，这神剑，哦呦，哎、欸，是他在喷火啊！他会喷火哎、欸，他好猛哦、喔！那台车，他的喷火跟我自己的喷火好像不一样，我的喷火好像我车快爆了。我们神剑号哥哥应该没问题哦、喔。啊，完了，输了！哎、欸，不是，完了，神剑号哥哥输了，而且我们完了，哇，好难呢、欸！哇哦，段位胜利什么意思？有吗？哇、wow, 好难好难，我们应该是输了吧，对不对？对，我们输了，失败了。哇，很难呢，要了个修，直接狙掉，而且我们这台车是爆开啦，我们刚刚撞完人之后，我的车一直都在冒烟呢，好扯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后一场能不能再赢一场比赛。哎、欸，这个团体赛要赢真的好，还蛮难的哦。来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场团体赛。你们自己打团体赛的时候都是跟队友一起打吗？就是跟自己好朋友一起吗？还是你们都是跟野团？我觉得目前来说跟野团的话，我是比较喜欢跟野团打，因为跟野团打的话就是每一场都要磨合，然后磨合的话，如果你就是玩得好的话，基本上就是会比较能够就是去适应，就是跟你队友打的时候你就会更厉害这样的感觉哦。打枪王手哦，很会打枪的哦。哇！我直接变缩小，来开大招，来啊！你们敢靠近我没有？直接撞飞，嘿嘿，可以哦！直接撞飞别人，就看大家都卡在那里面是不是？
哇，完了！现在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直接被撞到一个烂掉，没事，大招，车歪他。你看他要，哎、欸，不是啊，他要过来，然后不是为什么？哎、欸，我的车快爆了，我一直在冒火、欸，哎，什么意思？而且我刚才那个是我队友、欸，哎，我还撞烂他，完了，哎、欸，不是这台车是不是会自损三千呐、啊？我怎么觉得这台车会自损啊？对啊，我整个车都在冒烟，这是对的吗？你看我是修复中了，我爆开了，各位，这台车是不是会自损啊？笑死我了！我要到。可是我到的话应该也没办法了，哎、欸，不是哦，笑死！我一直在自爆啊，各位。那你们在玩我们的这个那个什么？你们在玩我们这个团体赛的时候，你们会开哪一台车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知道了，好不好？我觉得这台车撞别人虽然很爽，但是我们好像会一直自爆、欸。哎，你看我们刚刚全车都一直在那边燃烧，我也不知道在燃烧什么，笑死我了。但团体赛真的还蛮好玩的啊、哦！你们每天喜欢玩团体赛呢，还是玩个人赛呢？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哲明知道。那我们今天就去玩到这边啦，我是启明，再见喽，大家拜拜喽。